椰丝小球的做法步骤。一、黄油、砂糖、椰丝、鸡蛋、奶粉、低粉、买的电子秤还没有到，都是凭感觉放的。二、打发黄油。三、加入砂糖，二大勺奶粉打匀。四、放入椰丝、低粉，差不多一样一半吧。五、揉匀。六、滚成小球，表面沾椰丝。七、排入放好油纸的烤盘里。八、上下火，170度，23分钟。